由着台南市议会、台南市农渔畜牧产品推广协会、甲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等等的单位共同举办的山仔展销活动，甲食山仔饼的比赛，今日上午伫咧民治议会热烈登场，袂少民众一透早就到现场排队，准备领山仔饼清凉一下。阮今仔日就是来参加迄落山仔节，真正赞的。安尼，感谢蔡玉辉议员办这个山仔节，让阮来遮欢喜。蔡议员办这真好，欢喜赞。今日活动内容非常丰富，除了是6000碗的山仔饼大放送、甲食饼的比赛之外，现场还佫有国旗女孩张雨桐率领的团队，穿着国旗泳装替乡亲服务，相当有看头。今仔日大约会发出6000份，6000份吼，免钱的芒果冰，啊，阮佫卖寡山仔啦吼，咱芒果冰的竞赛，冠军的3000块，微波炉一台，加起来差7000块。参加的人一个拢上少500块的纪念品，啊，佮有国旗的兰花，佮一般的兰花，所以今仔只多谢大家来参加。我带女孩们一起来参加，最主要是看看能不能透过我们的亮点，让在地的民众感觉我们更亲民，而且其实我们新营是可以有能见度的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在现场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众的热情，并且跟大家非常有良好互动。来这里吃冰，清凉一下，有吃又有拿。今日刚好是市员王家珍的生日，市长王伟泰甲多位的市员嘛，做伙替伊庆祝。王家珍议员又搁准备了寿礼，要送予来参加食冰比赛的民众，现场气氛热烈滚滚。南天新闻王伟泰新娘采访报道。